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，休斯顿荣登全德州最佳人气租赁市场。请看记者尼寇的报道。奥斯汀、休斯顿、达拉斯，你最想住在哪里呢？根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，休斯顿荣登全德州最佳人气租赁市场，也是全国前几个迁入人数最多的城市。自助存储平台 Storage Cafe 发布了一项新研究，发现休斯顿在2020年全美最佳人气租赁市场中排名第五。除此之外，休斯顿的租房者中有70%来自德州的其他地方，最热门的迁住地区包括位居榜首的凯蒂市，占8.8%，其次是斯布润的6.1%和 Humboldt 的3.2%。休斯顿在研究中被其他城市的租房者评为最佳地点，有鉴于当地的低租金加上生活的便利性。除此之外，休斯顿在金融网站 WorkHub 新公布的研究中表示，休斯顿是美国2021年最多元的城市，让许多人都慕名而来。